嗨，大家好。这个礼拜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就是这礼拜没有抽筋。等一下，我还是有运动的，好吗？但是我把时间都放在重训跟核心上面。看，有没有肌肉长出来了？并没有。我这礼拜比较没有出去外面运动，跑步之类的，因为我比较忙。不要瞎掰好吗？然后拍重训画面都一样，好像也不怎么需要拍。虽然这个系列本来就是记录我自己减肥的过程而已，但总觉得要拍一点不一样的嘛，不然都是拍一样的感觉很无聊啊，是吧？所以下礼拜还有没有周记我就不知道了，也有可能像上礼拜短周记那样子呈现，不然就再看看我有什么想法吧。就这样，拜。